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赏赐阮道路，予阮伫旷野的所在，犹阁看见平坦的路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予阮伫地面上，犹原会当学习亲像约翰，准备道路迎接弥赛亚的来临。主，阮嘛意爱找到这条要紧的道路，会当行倒转到伫主的面前。恳求上帝将你的智慧赏赐伫阮中间。阮爱耶稣基督，阮爱上帝，甲阮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刘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啊，咱每一日读经的运动，今仔日啊，应该来到撒母尼上卷第三章。总是伫这礼拜久，咱读罗德记第一章到第四章，咱也甲跳过，牧师感觉真无彩，所以今仔日要用罗德记来做讲道。伫后礼拜，咱就会恢复咱的进度，对撒母尼上卷第十章啊继续落去。但今仔日伫这个讲到罗德记的时，伊大概的时间约略嘛是伫四书记，特别是伫以弗甲亚弗他这两位四书的时间。但伫这段的中间的内面，咱有咧讲到讲伫四书记的时，这段的中间，大家人的信仰的款式到底是甚物款？伫圣经内面，四书记的所在安尼记载讲，讲伫迄时以色列中无王。达人照伊所看最对的来行，以色列中无王，达人看伊看最对的，照伊看最对的，出在伊的意思去行。但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咱咧想，伫以色列百姓来到伫迦南地的所在，因敢无王？可能咱也徛伫政治上来讲，因真正无王。因为对过去摩西了后约书亚的带领，后来就进入到伫族长，分作十二支派族长，甲因带领。若发生战争的代志，啊是有特殊的需要，就有士师来起来甲因帮助。上帝的神临在伫士师起来正做因的带领者。所以虽然因伫这个政治上是无王的，总是伫信仰上因拢有一个王。就是耶和华上帝，对前以来拢是上帝咧甲引带，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看到，因已经渐渐需要，也是讲因渐渐受到这社会的文化的影响，因感觉别个国家拢有王，啊，阮的国家无王，所以感觉安尼无好，所以阮就应该学习亲像其他的国家同款，阮需要一个王。所以，你伫在祈祷，毋忘上帝赏赐因一个王。即个咱伫后礼拜，咱会讲到即个部分。那伫即个所在，即个家庭，今仔日咱所谈到那俄米，咱大人较熟悉。伊个翁叫啥物名？伊个翁叫做伊利米勒。伊利米勒啥物意思？即个名的意思就是神是王。哎呦，后壁即个字是 Melech， 就是王。伊利米勒就是上帝是王，神是王，所以咱会通知影以色列百姓的心内早前就认定上帝是因的王。总是后来可能伫时代变化了后，因离开上帝，也是有当时受到社会影响了后，有可能是大人嘛真期待这个观念会通继续伫咧中间延续落去，所以把伊的囡仔号名叫做上帝是王。你都爱会记住，上帝是王，这个代志爱伫恁的生命的内面，爱会常常藏伫恁的心中。但伫今仔日这段的圣经的内面咧讲到，伫伯利恒的所在拄到饥荒，拄到饥荒的事，咱嘛感觉真奇怪。上帝早前带因进入到伫迦南地的所在，是安怎这个所在定定饥荒？这个所在敢是老人甲米的所在？为什么定定饥荒？咱若看圣经，对创世纪到列王纪到伫先知书阿摩书，拢讲着饥荒的代志。安尼意思讲，毋是干一摆，可能毋是两三年一摆，
常常拄到惊慌，所以这是对咱来讲，咱袂当了解的一项代志。那伫这惊慌，伫圣经内面，咱家综合起来有几个原因：讲天灾，所以无水；天灾，所以旱旱；惊慌了后，伫其他的所在，伫阿摩斯的所在有讲到讲因高达休暖，就是拄到病虫，也是真虫。就是咱咧讲所谓的草莓，底下来咬遐个农作物，地数到因的所在近远，嘛有讲精神一尽失落，伫列王上悬的所在，讲遐精神伫耕作的拢死去，所以地数到因无法度搁耕作，所以爬远。另外一个较咱常常知影的就是战争战乱。那伫这综合起来，这个原因的背后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为什么因常常拄到这个代志？伫旧约圣经内面一再出现，上帝讲：恁若是顺探上帝的旨意来行，尊主最大，上帝享受一切。总是伫咱进前读《士师记》，因进入到伫迦南地了后，就开始常常拜偶像，也受到外来的影响。因的囝儿娶外邦的女子，家己的查某囝嘛嫁予外邦，甚至搁拜因的神。因为这个代志，上帝通过自然，通过这个济济的灾难降临到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要甲因提醒，要甲因管教，要盼望甲因叫倒转来，盼望因会当伫上帝的面前，搁一摆领受到对上帝来的福气。今仔日咱所看这个家庭，虽然无啥物特别。真平凡的一个家庭，因为因的名伊利米勒、拿俄米，拢是犹太人的名，真平常的一个家庭。伫这个所在出现的人，包括后来摩押这个新妇，伊叫做拿俄米，叫做罗德，这嘛拢真平凡、真平常的一个查某囡仔。总是今仔日伫这个故事的内面，因煞真做一个真要紧的角色。实际上，这个角色不是因为因的名，是因为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讲了后，拢讲到因的名，无讲到上帝。总是实际上，咱一个故事读了后到尾，咱的心内拢有一个确信：这若不是上帝的引带，若不是上帝的作为，这个人犹阁是因缘起初踮的所在，真卑微的人哪听？所以上帝伫即个所在，伊的作为甲上帝的救赎，互遮个真平凡的人变成做真无平凡，互拿俄米的性命虽然拄到灾难，犹阁是讲起一个真要紧拯救的一个故事。这个外邦的女子罗德，伊若毋是因为伫即个所在加入伫上帝的照顾的内面，这个外邦人的得救，可能到今仔日咱犹阁在期待。总是随上足早前犹太人的内面，都已经有这个外邦的女子来成做因的民族内面的一份子，所以伫遮咧讲到普世的拯救。但今仔日要紧的事是，拿俄米因所徛的所在，因徛起伫伯利恒。伯利恒的名的意思是叫做切村，切村的意思，安尼表示因的所在。有出山坐坐的小马、大马、囡仔，以及葡萄，伫个所在有侪侪的出山，会当讲真丰富，所以人把这个所在号名叫做切村。切村太会拄到机缘，切村太会去拄到机缘，这个是咱嘛常常要问的代志。但伫这个所在，都拄到啊，要安怎？这个家庭伊利米勒甲拿俄米，这个家庭因都想讲，安尼咱只若饥荒，咱若旷旱，安尼咱都已经欠缺，所以咱都爱来外面敲找迄个丰富，重新来找另外一个切村，找另外一个会当让咱富裕，让咱生活会当安定，让咱生活无欠缺的所在。所以因就迁徙去到摩押。咱读到摩押的时候，咱的心内有感觉，洋洋着一惊。他也去走去摩押，这个摩押对咱对创世纪开始读来到史书记的时，这个摩押的地，敢是拢一再历代以来拢是以色列百姓的对敌，拢是因的对敌，阻挡百般，攻击百般，
总是伫《史书记》第三章的所在，讲到伫这个战争的过程内面，后来以色列百姓和摩押屈服，安尼意思讲打赢摩押，第四到摩押就爱服侍以色列。圣经内面讲，上帝和迄个所在地方太平八十年。哦，安尼意思就是讲，这段时间是伫太平的时间，所以因去到伫摩押地检查，犹阁有平安。虽然是无同款的国家，寄居伫别人的银钱卡，总是因犹阁知影，因是一个较有权力的人，较有气力的人，所以因会当平安。最近有人去到伫中国做生意，讲做一个文创馆，真起真大间。后来讲，即个人投资了，阁倒转来，讲去互骗去。所以去迄个大馆，后来投资了后变文资馆。啊，最近大家嘛讨论，讲咱的将军走去中国，啊，伫中国甲民做伙唱国歌。啊，即嘛，互咱一直拢常常袂理解，是迄个所在较丰富，所以咱应该去迄个所在。牧师毋是要讲政治，是要讲伫即个过程内面，人所伫想的，拢是会考虑讲，迄个所在较丰富，所以我都爱对遮去，所以伫遐会通得到一寡帮助甲利益。总是圣经内面人的境遇真奥妙。也真恶的催促。当这个家庭去到摩押的时候，不知什么因端，讲伊利米勒死，后来伊两个囝嘛死。圣经的内面讲到因这的生活，因伫迄段的中间嘛约了有经过至少有十冬久。伫迄个十冬久的内面，因可能嘛领受丰富，一切的平安嘛拢伫因的心上。总是圣经内面讲，讲到落尾，去到了后，迄段时间了后，剩的是剩什么？圣经内面讲，翁也过身去，两个囝也过身去。结果圣经内面讲，剩这个拿俄米妇人人，讲剩伊哪听？当然后来这两个新妇，伊有五万公因会当倒转，伊感受的就是剩我哪听？伫这个。中间，咱伫生命内面，咱咧想，圣经内面的教示为甚物乃安尼？本来我伫遮真丰富，结果拄到欠缺，我望去别位拄到丰富去了后，应该是丰富真好个，结果后来煞变真侪领受着失落，所以失落了后，因都爱阁倒转来到伫原起初的所在，啊，原起初的所在本来。是应该是欠缺的，本来是均衡的，总是当因倒转来了后，发现原地踮伫别离行的这个人，因遐人有死了了无？无，欸，因的人阁活了好势好势，欸，啊，这个土地嘛还阁肥水，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所以因当伊倒转来，因掠做才是欠缺时，反倒转这个所在阁变成做不有。当拿俄米甲伊个新妇罗德倒转来到伫伯利恒个时，圣经内面讲，听见耶和华眷顾伊个百姓，赏赐伊美娘。咱咧讲，即叫做洪水轮流转，是无？伫即个所在丰富，所以走去遐；迄个所在丰富，后来走来遮。伫咱个生活内面有一个挣扎，那徛伫伯利恒遐个人会甲拿俄米讲。你就要坚信，你不应该对上帝无信心，所以后来走去摩押。你应该对上帝有信心，应该徛伫遮，甲阮同款。你看，阮伫遮嘛是好势好势，阮伫遮嘛待了真好，阮嘛无欠亏啊。为什么你离开？总是来徛伫那俄米诶，这方面可能咱会另外一种诶思考方式，讲上帝赏赐我，上帝创造我，上帝我伫世间生活。我就爱对上帝所想说的丰富来行，那是遮有丰富，我就伫遮；我那遐有丰富，我就去遐。那个连讲上帝要想说我的丰富是伫迄边，啊，我就去迄边。哎，有个人的信用是安尼，所以意思是讲，我会当对着上帝的丰富四过行，四过走。就是伫这个所在，事实上，那后面伊家己心内上清楚知影，
伊的境遇到底是甚物？所以当伊佫倒转来时，迄个心内冲击，实在是民主毋知要安怎救落来。原底则是欠缺，所以阮要去的，结果转来阮无半项倒转来。对伊来讲是一个心内真大的挣扎。但伫犹太人的礼内面，伊的囝儿若失无去，若是过身去，无伊的第二后生嘛，都爱顶起来做大后生，娶阿嫂，继续生团，继续管顾因的产业。总是无拍算，算两个兄弟拢过身去，所以安尼原起初这个礼伫因的心中都无发生。那后尾伊的心内的苦痛，伊要安怎又去讲这个代志？但后来咱看伊伫圣经内面，伊家己安怎讲？伊讲伊家己本身所得到的是甚物？伊讲耶和华攻击我，耶和华的手攻击我。这个信仰的过程太会变，伊伫后来伊的感受内面讲，上帝攻击我。上帝敢是要赏赐伊平安的，太会变真多攻击伊。在圣经里面，哪有比安尼讲？全能的款待我真艰苦，我出去的是满足，耶和华予我空空倒来。全能的已经苦楚我。咱倒转来看，这个哪有比伊家己自我的形象是甚物？伊对这个代志，伊家己的经验了后，伊甲遐个伯利恒的人甲伊讲讲，哎呀，哪有比？总欢喜的看到哪有比，讲哪有比？伊讲：“你卖阁叫我哪有米，你叫我马拉。这个马拉进前，摩西带以色列出来救的时，有把迄个水泉讲苦的变成最甜的，迄个所在就叫做马拉。伊讲：我的生命真苦啊，我的苦对打落来，上帝手攻击我，上帝苦楚我，上帝让我真艰苦，上帝让我满足出去空空倒来，拢是上帝。”在这个所在，咱当然，咱在座有个人检测读过心理学，嘛大概知影人拄到困苦的时会反应，头一个就是否认，后来就是受气，袂当承认这个代志，到一段时间了后，才会平静落来。可能咱会当替那欧米讲，哎呀，伊这时阵拄啊心内上解赤压、上解艰苦、上解愤怒的时，所以伊会讲出这种的话，难免。总是伫这个所在，咱倒转来想讲，当伊受气的时候，讲的话有正确也无？这个是咱常常爱提醒的。伊讲上帝派款待我，是啥物人带因去摩押的？敢毋是这个家庭因家己决定的？敢毋是？结果决定了后，去了后，丧失倒转来，因怪上帝。因讲，阮出去的时候是满足出去的。啊！伊若满足，伊就免出去啊，敢毋是？伊若伫这个所在真满足，太着去摩押地，就是伊有欠缺，所以伊才要去啊，得到满足才是啊。结果无拍算，伊讲上帝啊，我本来满满的，你让我变成做逐项拢无去，是你。后来讲，伊讲耶和华责备伊，苦楚伊，所以最后想想的，到底是啥物人的问题？是我犯罪是无？是我家己唔对，所以地主到上帝安尼刑罚我。当那何必要讲，你唔通阁叫我那何必，你着叫我马来西。这个那何必，我特别去查伊个名，虽然真困难查，嘛字典查无啥有，总是伊个名甲一个意思真类似，真接近，就是所高追个人所喜爱。人所听的，安尼意思是甚物？那是伫因个原文个内面，因早前会想讲，那何必个名就是我真古锥，人人疼我，上帝嘛疼我，我是得人疼的。结果今仔日当伊佫倒转来时，讲我是苦啊，我无得到上帝疼，嘛无得到人疼，我是一个受苦楚个人。事实上，伫这个所在，唔管人个境遇是甚物，伫罗德记个内面。你讲到一项书，两个真要紧的话书来咧形容上帝。那何必对伫伊个嘴中，后来甲伊个心腹讲，讲恁着倒转去，恁着倒转去恁家己个所在，
伊讲，愿耶和华好款待你。这个好款待原文是慈爱 ，hesed。这个 hesed 的这个字，在圣经旧约里面一再咧形容上帝永远不变的疼，永未改变的疼。所以我就在想讲，奇怪，对那俄米的嘴中会当讲出讲，愿迄个永未改变疼的上帝来好款待你。啊，为什么伊感受袂到上帝的疼在伊的心中？这个好亲像咱平常时伫咱的生活里面，咱常常讲啊，俄罗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总是你的心内一直拢感觉讲，我实在是俄罗袂出来，我无认为讲上帝值得我俄罗，上帝值得我感谢，因为实在都唔是安尼。总是伫咱的宗教的里面，咱的基督教甲咱讲，咱都爱常常嘴边都爱挂讲，上帝是主爱，上帝是俄罗，值得俄罗的。所以，那俄米的嘴中会当讲出这话，总是伊的心内太无安尼的真强，甲家己讲，讲上帝是永远袂改变的，所以我的心中嘛是有上帝永远袂改变的疼，敢不是？第二个真要紧的话术叫做全能的，这个切的这个原文公义，是咧讲到上帝的审判，总是唔是干审判啦，听。讲上帝会将伊的稳定收束加添侪侪，咱若看约伯记的内面有讲到公上帝的公义无私，另外一方面讲到讲上帝加添侪侪，这叫做公义的观念。那后面直接讲全能的上帝苦楚我，全能的上帝和我满足出去空空倒来，这个上帝和我真艰苦。奇怪，这两个信仰观念，这两个信仰的体验，是安怎伫个生命内面，真侪这么冲突，这么困难理解，嘴讲会出来，总是心唔是安尼想。实际上，我看路德记了，心内有一个上界大的感动是甚物？到落尾，那俄米甲路德，因倒去，圣经内面伫第一章第六节讲，因倒去。第一章二十一节讲，咱倒来，上帝爱伊的路，爱伊的百姓，重新倒来，倒转来到伊的面前，倒转来重新认，咱的上帝是咱的王，咱的上帝是咱的神，咱的上帝是咱唯一的瓦库，这个是唯一的，上帝爱咱倒转来敲锤伊。上帝嘛爱咱倒转来敲锤是甚物？原起初咱掠做生命的丰富甲满足是我的上帝，所以遮若有满足我伫遮，遐若有满足我就伫遐。上帝讲你着倒转来，倒转来到我的面前，你看，徛起伫伯利恒的遮个人，当因饥荒的时，因嘛无欠缺；当因伫七村的内面，因嘛尊主最大，因无骄傲，因为遮拢是对上帝来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咱要对大陆倒来，咱走去大陆，要求这个丰富，要求这个安定，实际上不是。上帝的话，搁一摆甲咱讲，咱着倒转来。上帝要赏赐咱甜，迄个甜是上帝永远赏赐予咱的。咱若常常掠做讲，这个无够额，我要另外敲出迄个甜。有当时咱拄到的，都啊亲像。物质可能丰富，总是咱的情感甲咱的真侪关系受破坏，结果后来嘛是丧失去。上帝予迄个欠缺的变成做后来是受祝福的原因，这个伫旧约的圣经内面一再出现，叫做春落来，春落来，那中文叫做余剩之民，春落来百姓，这个百姓春落来会当做甚物？当那何必讲存我哪点？存我甲阮媳妇，阮会当做甚物？阮是存落来，总是上帝伫这个所在行伊的心意。上帝予那何必的媳妇落地，后来伫安排内面会当得到伊的亲情婆阿叔，会接待后来甲伊娶做某，后来生囝，生一个真古锥的囝，叫做何必的。这何必的嘛是真平凡，无甚物特别。总是圣经讲，伊是大卫的祖先，就是耶稣的祖先。伫春落来内面，重新上帝施了伊的疼，
予咱看见真正的甜是甚物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这个时阵是满足，还是你这个时阵是欠缺？在上帝面前，你安怎样甲上帝面对？那是毋忙的是，咱的心内常常对主讲：主，不管是伫肉体物质的顶面的欠缺甚物，虽然外在看起来真苦，总是我的心是甜蜜的。当拿俄米倒转来了后，伊开始重新得到伊的笑容。伊无阁叫做马拉，伊重新爱人叫伊拿俄米，因为伊是古锥的，伊是得到疼的，伊是上帝所看做宝贝的。伊重新开始伊的生命，嘛开始开展伊的规个家族伫世界的拯救史的内面，正做真要紧的职业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。你检查认为你真平凡，检查你真苦，你常常咧讲你的苦事，互人听，总是你着倒转来读那俄米的故事的时，我望上帝赏赐你的心内迄个甜的原则，迄个甜的这个物件，继续伫你的心内发生，后来会当成做拯救万人的一个故事。愿上帝赏赐咱今仔日早起所领受的真理。三天下头来祈祷，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常常哀怨，我常常对我的嘴讲出歹听的话，我怨叹这些事，总是主啊，你叫我倒转，予我重新看上帝的作为，主，我已经看见一个美妙的故事，也真多提醒我的事。我要阁倒转来喊话伊利米勒，上帝是阮的王，是阮的主。愿主阁一摆接纳阮，予阮倒转到伫你的面前。阮的心内要发出迄个真正的甜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愿安尼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